小 Bravo。不用等别人 Q， 超卡哇伊的熊赞音乐一下，卖力扭腰摆臀，炒热现场气氛。祝大家恭喜哦！一出场就嗨翻全场，熊赞魅力无法挡，胖胖的身躯跳起舞来架势十足，会这么卖力演出，为的就是他的第一场签书会。三个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熊赞要来跟大家拜一个早年，说大家恭喜。签书会现场，光看这出场规格，还有粉丝人数，根本就是超级巨星。熊赞犒赏粉丝，还加码跳起抖肩舞。不止抖肩，还能抖全身，熊赞有练过哦。最后还能来一个华丽转身，活蹦乱跳，粉丝通通被融化了。熊赞 OK 吗？大大熊掌盖下去，熊赞不能签名，改用盖章啦，还准备限量发财金要给粉丝。熊赞有多夯，限量200份发财金，不到5分钟就通通发完，有粉丝心甘情愿为了他提前5小时就来现场守候，感觉就是非常可爱，顽皮俏皮，还有就是他的一些正面，给人家带来正面希望。大概他1点放，我们大概12点来的。签书会现场粉丝挤得水泄不通，熊赞跳舞签书合照样样来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开心，看来熊赞被称为最强吉祥物，果然当之无愧。三立新闻杨晨婷叶婷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